是杨洋，哎，看，丢失的就是这张照片。杨洋就是吴思恩，一点没错。我当时啊，把孩子给老秦的时候，说去解手。解手又没带手指，就得去买。老秦是个死心眼子，以为真去买卫生纸，结果他一去不返了。 梅，你还挺有心计的。有心计不也是你逼的吗？他抱走雪儿的时候，我这心里真是太难受了。我们娘几个靠他养活，只能听他的。哎呀，雨芝，你就别控诉我了。现在是苦尽甘来，各归其位。咱们第一。 先把关系理顺了，该离的离，该结的结。<笑>第二，要撤诉，官司不能再打下去。对，我把巨业集团也交给杨洋，他有多大本事就让他耍去吧。我要跟海妹去周游世界了。是呀，洋洋只能活一辈子，有这条件，干嘛不出去走走？第三。 不应该排第三的，应该排第一。那就是洋洋认父母。对对对对。大姐，其实我们能找到儿子，已经很满足了。至于他认不认我们，不重要。什么话呀？洋洋必须得认你们，这是没得商量的。是啊，嗯，我随着海妹，也叫您一声大姐吧。大姐，您的好心我们理解。 也非常感谢。可是您含辛茹苦的将洋洋养大，却突然间送给了我们，我们觉得特别过意不去。没什么过意不去的，洋洋认父母，他还是我的养子。我呀，还想让他给我当女婿呢，你们信不信？您的意思是说，让他跟梅子分手，去送雪为妻？是的。可是。 可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哎，你是不是特想让你儿子娶个日本媳妇儿？是嫌我们家宋雪丑，做不了你的儿媳妇儿，还是嫌我们家穷，配不上你们家呀？哎呀，大姐，你这不是误会我吗？这洋洋能不能回到我们身边还不一定呢，说这话不扯远了吗？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如果取消了洋洋。 和梅子的婚约的话，是天不会撤资吗？如果黄牛山计划不需要联合集团掏钱，那么他愿意撤资就让他撤吧。老陈，你说呢？同意。说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懂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两个孩子的事儿。俩孩子。 哪两个孩子？杨洋和宋雪啊，这不俩吗？都没相认呢，特别是宋雪，跑了都没消息，快急死了。大姐，您先别着急，杨洋的事情啊，证明了一个道理：该回来的终归是要回来的，这是天数，人是改变不了的。是啊，那我就盼吧，盼着我闺女回来。 救我这条老命！<笑>那你这条老命救回来以后准备干什么呢？我想搞个基金会，专门捐助穷孩子上学。希望工程。对，不过我这个希望工程，从小学到大学都捐助。哎，怎么样？一起来吧。好，等我把巨业集团交给洋洋以后，我就陪你。 一块儿来搞这个希望工程，好，来，嗯，好。<笑><笑>
好吃，丁先生，我是思恩，请讲。听小岛回来说，和巨野的官司，你们准备得非常充分，是必胜无疑呀。我想亲耳听到你的承诺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我们胜券在握。哦，什么时候开庭啊？4月2号。哦，等到官司打赢的时候，我们的樱花就会开得漫山遍野了。是的，日本4月是属于樱花的。是啊，到那个时候，梅子就成了你的新娘了啊！你得好好的待她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梅子比鲜花还要美丽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？梅子的确比樱花还要美丽。听到你这样赞美梅子啊，我非常高兴啊！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吴总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方便的话，请过来一下。好的。哎，阿姨，是这是怎么了？宋雪出什么事了吗？阿姨不是为了宋雪的事而来的，阿姨想让我做于泉的辩护律师。哦，阿姨，您先坐啊。哦。阿姨啊，于泉身上犯的可是命案。能有希望吗？他本来就不想活，可是他一听说他有亲生儿子，他又有了生的欲望。儿子？嗯，就是吴昊。吴昊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吴昊是于泉的儿子？当年他为了刁难你父亲，杨海妹为了救你父亲，就答应了他的非分之想，没想到试过之后却怀上了吴昊。于泉说他是过失杀人，本来他想杀的人应该是戴昌，因为戴昌抢要他的洗浴中心，没想到强子拽来了小春，让小春做了替死鬼。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跟巨业打官司，于泉这边的事情也很紧，如果我做他的辩护律师需要花费一些精力，这件事情怎么办？你来拍板。求求你，你去救救他吧，虽然他是个混蛋，可他也是一条人命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哎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先起来，起来再说。是杨海妹推荐我来找你的，不相信他的话，我不会再去找别的律师了，求求你了。阿姨，我接下来就冲您这么信任我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于泉辩护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阿姨你慢走。好，你慢走。哎，就不送你了。好。哎，嫂子。嗯。你现在怀着孕呢，接两个案子能行吗？我能不接吗？人家都跪下了，我哪有那么大谱啊。喂，爸，您找我？我找洋洋，他在吗？哦，在。您等一下，是吧？哦，爸。洋洋，你现在手头有必须要处理的事情吗？没有啊。那你马上过来，带齐梅一起过来。好。爸妈。爸妈。没看见有客人吗？这么没礼貌。陈总，杨总，陈总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我到现在还没死。你说什么？我本来想去会会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吴总最近多次被人暗害，最近一次还差点要了他的命。陈总，您是不是怕官司打输了
就想要了他的命呢？有这种事儿？不可能啊，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你自己不干，你的手下会不会干呢？你是我们刚找的儿子，你再把他杀了是吗？不，哎，你说什么呀？谁是谁的儿子？雅雅，打电话叫你过来，就是想让你认一个亲爹，一个亲妈。您这说什么呢？你刚才叫的陈总、杨总啊，一个是你亲爹，一个是你亲妈，开口吧。妈，你这开的什么玩笑？他们怎么可能是我的亲爹亲妈呢？您这玩笑开得太大了，您这话呀，我都没法相信。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很简单呢，因为他们不可能是。思恩，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，他们就是你的亲爹亲妈。爸，您这什么意思？您是又拿我做交易？我拿你做什么交易？爸，我知道您是担心这次官司输了再接受别的条件。您放心，这次这个官司我们是赢定了。陈总，你要是有什么就冲我一个人来，别对一个病人下手。病人的真心是很脆弱的，在您的铁拳之下是不堪一击的。被你看出来我感到很欣慰，官司打不打无所谓，我的公司你随时可以拿走。海妹，咱们走。哎，老陈，老陈，多保重吧。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鉴定，看我们是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哎呀，老陈，你看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呀？你不想让杨洋认我们了？他现在情绪很激动，先放一放再说吧。20年都等了，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。你就这么急，你跟他好好说说呗，好好说说他就认我们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。 走吧。我看不像是演戏，像是真的。不管是真的假的，我都不会认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父母。你给我滚，滚。爸，您不能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。你给我滚，滚出去，滚。别生那么大气了，这事儿对杨洋太突然，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也很正常。啊，你说我们从老秦开始就找他的亲生父母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他却不认，你说他气人不气人？哎，爸，我是不会认的，因为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父母。爸，现在您和杨海妹已经分开了，而且杨海妹已经去找他的老情人陈厂了，他们两个今天到这来唱这出戏，为的是挽救巨业集团。杨海妹是天池的股东，他会做这种蠢事？爸，女人为情人连杀人放火的事情都干得出来，做这种事情算什么呀？玉芝，去给我找个棍子来，我非扁这个小兔崽子。爸，洋洋，快出去！你别说。妈，你别叫我，你连亲妈都不认，太不像话了。你走，洋洋，快出去！我滚！快点！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两个人怎么那么坏呀？这陈厂跟杨海妹给爸妈吃了什么迷魂药？怎么跟我说翻脸就翻脸呢？有可能是真的。不可能。你想啊，对爸妈来说，有什么力量才能把你从他们身边夺走？除了血缘关系，好像没有什么更大的力量了。他们把你视同己出，尤其是妈，把你看得比吴杰还重要。想想你的成长经历，好像不用我多说什么，你就能体会出来你在妈妈心中的位置到底是怎样的。我知道爸妈为我感到自豪，哎，我就更不能理解他们对我态度为什么突然转变了。给我一根头发，我去给你做一下 DNA 亲子鉴定。如果证明了你们有血缘关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官司还打吗？陈昌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，他要把巨业交给你管理。先做鉴定吧，等真相大白以后再说，我不能糊里糊涂的就做决定。好吧。嫂子，今天爸这么冲动，我担心他会出事，我得进去看看。看什么看呢？
你现在进去不又惹爸生气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给林哥打电话让他过来，你把手机开着等我信息。嫂子，这么多事需要你去做，太辛苦你了。嫁到吴家是命苦，但是我心不苦啊，中和一下凑合了。快走吧，我先进去了。不要，太甜了。来，请进。哦，齐律师。陈总、杨总，感谢你邀请我过来。过来坐吧。坐。坐这儿。这橘子，谢谢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如果杨洋认可我们的关系，那我们跟齐律师可就沾亲带故了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杨洋已经同意做亲子鉴定了，你们同意吗？我们当然同意了。我们能做点什么呢？每人一根头发。这么简单吗？做亲子鉴定足够了。能不能保证准确度？99.99%。杨洋能不能回到我们身边，就看这一回了。DNA 的亲子鉴定只能证明你们有无血亲关系，但是可不管感情的亲疏远近。我身边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律师。哦，对了，我想给你个授权。什么？我想让你帮我做一套法律文件。一旦 DNA 亲子鉴定证明我是杨洋的父亲，巨业就交给杨洋来经营了。我跟海妹一样，都来做股东。好的。稍等一下。好。杨总，吴昊最近怎么样了？你千万不能前功尽弃。我做律师工作见过太多的人，想拉的时候没拉，该拉的时候拉不回来了。其实啊，我这条命就是拉他的最好的武器。他现在回到海天酒楼了，他的情绪已经转过来了，他的梦想就是成为阿贵那样的厨师。人有追求就好，其实他本质并不坏。来，齐律师。按照陈总的意思，两家并成一家，那官司再打下去就毫无意义了。那要是池田坚持要打呢？那就让他出局，把天池股份改成天业股份，重新成立董事会吗？最好做加法，不要做减法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更何况是富士山上拾来的柴呢？你指的对，做加法。喂，吴姐。我觉得今天爸情绪不太对，你能不能去医院守着他？哎，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去搜集一下案子的资料，晚点回去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小心的。我肚子里还怀着吴家第三代呢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，不说了，拜拜。看看，谁来了？这谁呀？这是天池股份的律师，要不是昌哥身体不舒服，早就找他了。没想到他自己找上门来了，这人要死啊，鬼都挡不住啊。要杀了他吗？他要不配合，肯定活不长。你去迎接他。我？对，带他到包房，剩下就没你事了。
秦律师。好。哎，请。秦律师，请坐。关经理，我是受于权姐姐的委托，来查一下于权对案子的证据。我希望您能把您所知道的情况全都告诉我。如果要是有其他证人的话，能不能也找来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？齐律师，其实你不该来这儿。为什么？别来无恙啊。没想到戴总也在这儿，如果你们还有事情的话，那么我先走了。嗯，别动粗，我肚里的孩子受不了。你先坐一下，有些事咱们谈谈。哎，好好好，请各位入座吧。坐。妈，姐，秦梅给我打电话说爸的情绪不太好。你爸是生洋洋的气，现在好了，刚睡着。洋洋惹爸生气了。妈，你和小杰路上说吧。也行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你那儿，我跟秦梅说些事情，还有给他炖点鸡汤，好好补补身子。他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收集什么证据，回来比较晚一些。再晚不是才回来吗？嗯，走。啊，谈什么？你到这儿干什么？我是律师，当然是为了官司的事情来这儿。这种地方好像女士来的不多。什么官司？我公公，也就是吴天和，让我调查于权侵夺了他多少财产，他准备向法院起诉他。他已经犯了杀人罪，再起诉他侵吞财产还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有意义了，至少关系到这家洗浴中心归谁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是用海天集团的钱建起来的，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把他收回来。我不会阻拦你收集证据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撤诉。广厦素聚业的案子就到此为止。这个我做不了决定。这是我能决定的，否则的话你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提前离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强哥想跟你睡觉，我建议你最好是拒绝，因为保证不了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。你们敢？哼，你要明白这不是你能拒绝的。好，我答应你们撤诉，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今天很晚了，要明天才能办，但是今天你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。哼，聪明。我的条件是不许骚扰我，再给我炖一只老母鸡。这什么条件？好，我答应，但是你必须把手机交出来。好。手机给你，但是卡得留下。睡个好觉，明早八点见。为什么是八点？法院九点办公，我看你这儿的环境不错，我想睡个懒觉。好，明天八点见。戴总，听你的咳嗽声不大对，有时间去检查一下身体吧。谢谢。阿姨，不管我爸妈怎么骂我，我还是难以接受。雪儿的遭遇和你一样，心情也差不多，不同的是你到我这儿来诉说，可我的雪儿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。不管她去哪儿，我一定会找到她。我和她有同样的经历，体会了同样的痛苦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爱。请打开视频。
情。我给他打手机，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，我给他发短信他也不回。博士论文已通过，我想看到你的祝贺。你接吧。啊，没事，阿姨，我回个短信就行。祝贺你，梅子，我现在手边没有电脑，抱歉。我已到家，请放心。你有点心神不定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能为儿子做点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去日本，说服梅子退出，帮儿子成全好事。我陪你去。好，来，干一杯。这娘们太厉害了，她比在自己家里还自在。行了，我也该回房睡了。季律师，不知道谁放了把剪子在这儿。季律师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，他们并不想放过。办完撤诉手续之后，他们还是要把您带回来的。法院又不是他们家开的，去了法院就由不得他们了。我这有于泉杀死小春的监控录像带，我可以提供给你。那我替于泉谢谢你。季律师，我想替您去报警，您同意吗？见义勇为我支持，但是你一定要掌握好时机。你看什么时候合适啊？明天早上7:30，在这之前我要美美的睡上一觉。好。哎呦，妈，你说秦梅上哪儿去了？这手机总不在服务区。别着急，你不说她会晚回来吗？可是都10点了，也太晚了吧？而且这手机总是联系不上。那她会去哪儿呢？她就说去收集案子的证据。妈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凭他那机灵劲儿，应该不会出事。哎呦，我在想，我们之间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。漂泊了20年，画了一个圆，我们离开了母亲身边，又回到母亲身边。那你恨他们吗？你呢？我是为你而离开的，我能恨吗？要是没有你的离开，我还不知道今天在干什么呢。我们共同的母亲，用她的淳朴善良，她的无私奉献，她的坚韧不拔养育了我，让我能够拥有今天的一切。那她说的话应该相信，我们约定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吧，但都不许离开自己的养母，好吗？喂。喂，洋洋，你快过来吧，爸爸不行了，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，快点。快点，
怎么样了？妈，倩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快靠近我妈了。妈，是妈。什么脸不拉几的？哎呀，你的脸！怎么了？你的脸！我的脸怎么了？你的脸上都是血！真是的，哎，毛巾呢？强子，我的鼻子流血，得去医院。哎，你陪齐律师到法院去。好，好。齐律师，休息的还好吗？挺好的，谢谢。强哥，昌哥没跟你一起去啊？哦，他去医院了。怎么了？啊，鼻子流血了，没什么大事。咱们走吧，强哥。说，我说什么呢？有病啊！我自己会走。金律师，欢迎下次再来啊！啊，你这个人废什么话？金律师，这小子不太正常。咱们走，强哥，你走不了了。你跑不了了，别动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你这个都是你打来的东西！快点，走！喂，赵小娥得的什么病？她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她得的是不是艾滋病？你说，你说呀！老鹰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记住，我在死之前一定要先杀了你这个恶毒的女人。陆准，你要出去啊？有事吗？这是我们最新收到的求职简历，放在您桌子上。好。妈，妈，雪儿的六个基因位点全部吻合，你有救了，爸有救了。雪儿，你可真是咱家的天使啊！来，让哥亲一口。雪儿，姐姐谢谢你。雪儿，雪儿，爸，咱们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。不，爸，天和，雪儿愿意割肠救父。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，咱收下吧。啊，不，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没有权利拒绝生命。我有权利拒绝你，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。今天你要不认你的亲生父母，我就不答应做这个手术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，爸？
干嘛好好看看你？这么长时间，爸从来没有仔细看过你。你爸爸说你长得像我，让妈妈看看是不是。我的儿子，现在开始，巨野集团就交给你了。我和你妈要去享清福喽。谢谢您对我的信任。你最好用业绩说话。我会的。哦，爸，请您替我把这枚戒指还给梅子，替我向她说声对不起。好的，我会把你和素雪的故事讲给她听。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的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啊，那当然是您和妈从日本回来的时候。看样子，我们在你的心里已经有地位了。是这样。咱爸没事了，真好。你好些了吗？嗯，就是天天想你。在动？是真的？他在动吗？让我听听。这是关大鹏提供的杀人录像，请法官看一下。于权，误杀罪名成立。特别强调一下，这对结婚戒指是一位叫池田美子的日本姑娘送给他们的，她让我同时把对新人的祝福也送给他们。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，两个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一天，祝愿他们永远生活在最美好的一天里。
难免吃亏，从